从坚持到司马库斯都有防疫的管制哦，在量体温跟车流管制的部分，大家都要多多配合哦。这次是我们二访司马库斯，那在路途路程的这个部分啊，在第一部影片里面我有详细的帮大家介绍过，如果想要知道整体路况的话，可以到我的第一部影片去看看哦。我们到司马库斯的入口了，准备上山。神木区的登山口，然后要准备要进去了，那两点以前要下山，所以要把握时间。走了，走，进来了。登山口停车场，然后这是刚来的地方，在这边，然后。巨木登山口，所以我们要从这边过去。Let's go。进到那个司马库斯的小蓝山的感觉，都是一片竹林，很美哦，超美的，让大家看哇！台湾真的有很多地方都超漂亮的，刚好透过疫情的关系，就有机会进到户外跟深山里面，是很棒的体验，重新认识台湾。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巨木登山步道的登山口，然后进去单程5公里，5公里我们的脚程应该很快就走完了。今天要来不久吗？真的是景点指南，可以先参考一下。那我们走 ，Go。走喽！第一个闸门，闸门也太矮了吧！耶！
舒服哦，今天天气超级好的耶，好多小鸟的声音。没错，我们走了0.5公里，500公尺了，继续努力，前面还有4.5公尺距离神木区的部分。Go go go！然后现在这个竹林区啊，有很多下坡。走的时候要很小心，这如果下雨的话，其实也是蛮滑。很美的竹林，往下是瀑布，往前面这边是神木，然后如果我们走这边的话，那就是瀑布。那我们因为现在目标第一目标是神木，所以我们先走往神木的地方。哎，不要动！走了大约1公里以后，遇到的第一根巨木，它不是神木的感觉，它就是一般的巨木。1公里，继续走，1K， 到1K 了。对，就是神看到这个巨木之后就到1K 了。嗯，1公里啊？对啊，1公里咯。1公里啊，不错不错。加油！到1.5公里了，我们走了1公里的竹林以后，现在开始进入树林，一片森林的感觉。路还是蛮好走的啦，蛮平稳的，坡度也不会很高，但就是纬度会比较高啦。继续努力。Go go go！ 先到一个中继站。可以休息，然后旁边有厕所，就是豪华景观区森林厕所。这边是景观最好的区域，对啊，因为刚好落石冲掉，一览无遗。3K 就到巨木区了，走走走。啊，这边有一条路，山路。赏樱步道，往上。但现在不是樱花季。所以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咯。2.5公里了，超快的，超快就2.5公里。加油，半路了，加油！哦，这边好像溪头，不是溪头，对，好像溪头。溪头就这样。
又发现一颗大巨木，这个好粗。2.5公里以后开始出现有坡度的山路了，有感觉到往上爬的那种费力劲儿。但路还不算难走，还是算很好走。树林排排站，超整齐哦。已经过了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已经走到 3K 了，看到吗？ 3K， 对，继续努力，我们目标是到 5K 的巨木林区，一个小时大概走了超过一半了。对，我们的脚程算很快，所以原则上如果大家想要进来走的话，可能来回真的是如那个大家所预估的，平均是3个小时到第一个巨木区最近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走喽。哎，我看到牌子了，都不难走，但是因为有点坡度，然后要边讲话边走，很喘。3.5K， yes， there you go。第二个厕所，4公里的地方，可以休息。然后厕所，刚刚来的路，耶，4K 了，4K 了，继续努力。现在1K， 现在进入最后的1公里。然后最后这一公里开始，除了树林以外，有很多巨大的神木群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，包含倒掉的啊，还有耸立的啊。这里的自然生态景观真的很好，非常适合小朋友来。哇，这边也有，哇，4.5了，再500就到了。看，开始有很多神木、巨木出现在路边，路边，大家都在欣赏。有个很大坑的，继续走。神木区了，
掉一根。我们要对大自然怀抱的敬意。啊，高层。我们现在已经到，就是巨木第一个神木区神木林，后面这一根就是第一根神木，快要围起来。然后神木的旁边有一个桥，然后下面就是有一些瀑布流水啊，可以在这里做休息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空旷的区域，是停留、休息、吃吃东西，再继续走。放假的时候啊，可以尽量往森林里面走走，然后享受一下森林里面的芬多精。像这边就是下面是一个小瀑布，很干净的泉水，来吸收一下大自然的一些灵气呀，还有一些轻松的芬多精的氛围，那让身体可以比较健康。下面清水，干净的山泉水，看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。虽然说，就是司马库斯跑上真的有点车程是有点远的，但是山林里的景色是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可以来走走哦。我们现在到神木区里面，有看到后面这根巨大的神木吗？是它的侧面啊，因为正面这边很多人在拍照，然后声音还蛮大的。对，大自然的奇妙，传说中的神木区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走进来看看哦。每根神木真的都还蛮粗蛮大根的。旁边还有，还有很多人继续在往上走，旁边有一棵是躺着的。左右两边都是神木，这边是真的有进到比较不一样的区域，好多神木群哦。看到一颗一颗的神木，你会真的觉得你不枉此行，因为这个是要真的要汇集比较多大自然的力量，才能让它们耸立在这里。倒下的神木啊，其实它有很大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让更多的生命攀附在它身上，然后继续卓越的生长跟重生。无论是植物或是小动物，其实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贡献。谢谢大自然给我们这么多资源，这么多保护。我们现在就是走到一棵里面最深、比较看起来非常大的神木，然后它旁边有四个步道，我们可以走走看，就是你走了几步去看这个树的树尾，一、二。围绕它走了100多步，所以可以知道它的树林其实真的是，我觉得连千年都很难预估了。对，可以直接上来。那这个区域就是上来大概来回3到4个小时左右，
速度可以依照就是看大家，如果再慢一点的话，大概抓个四个小时是可以慢慢走，坡度也不会很多。很美哦，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如果放假可以今天往山林里面走走。今天司马库斯的介绍大家还喜欢吗？非常推荐大家假日的时间可以多往户外走走哦。司马库斯的巨木登山步道就是非常亲民的路线，非常推荐大家假日也可以来玩。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分享，按下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更美好的景点给大家哦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